今天呢，带大家抢先体验一款新车瑶光 CBM 四驱版。老规矩，你们先看。瑶光 CBM 四驱版，它的升级可以说是由内而外，外观设计包括智能化和底盘呢都有全面的进化。首先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一台车的外观啊，看到一眼可见最大的变化在这，给到了一套封闭式的前脸，而且给我的感觉有没有觉得更像之前瑶光的概念车 Atlantis X 那种新能源的科技范儿啊。之前不是有网友一直在说吗，瑶光的插混版和瑶光的油车竟然长得差不多，有些傻傻分不清。现在好了，瑶光 CDM 四驱版呢直接给到你一个封闭式的前脸，更有新能源范儿了。还有这，过来看到了吗，这个轮毂。之前的两驱版呢是多幅的样式，看上去会更加的大气豪华一点，而现在的四驱版为了凸显它的性能，直接给到了一个旋风样式的低风阻的轮毂，看起来是不是很酷。然后这台车其他的设计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变化，而我最喜欢从这个45度的角度去欣赏这辆瑶光 CDM， 它的车身是比较低巴的，而且呢还给到了一个小酷配的设计，看上去更加的时尚，更加的运动。然后呢就是这一台车的底盘啊也有变化，瑶光家族呢一直主打的就是操控和底盘的质感，之前不管是瑶光的油车还是插混都是标配了飞鱼底盘，并且给到了 CDC 电子悬架，现在瑶光 CDM 四驱版在这个基础上又升级成了 HB 后多连杆独立悬架。对于这个专业术语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的熟悉啊，我这么和你说吧，像沃尔沃的 S90、XC90、捷豹的 XFL 和蔚来 ES8 用的都是这一套后悬，它有什么好处呢？它的侧向刚性更强了，这样的话我们在过弯的时候，它的过弯稳定性包括支撑性都会更强，对于消费者来说啊，它的操控会更好。而且这一台车它的底盘悬架呢用到了很多的铝合金材质来降低它的簧下质量，以便来提供它的操控性能。一辆20万左右的国产 SUV 可以把它的底盘做到跟40-50万的豪华车差不多，瑶光 CDM 啊真的是把豪华平权这句话落到了实处。当然了，最最核心的还是这一台车的大心脏电四驱。目前这个价位主流的电四驱啊，像领克08和唐 DMP， 他们的四驱结构是前桥 P1 加 P3， 后桥是 P4 这样的四驱结构。而我身边的这台瑶光 CDM 四驱版，它的前桥是 P2 加 P2.5 的行业首创的结构。它的优势在哪？集成度、轻量化，包括输出性能和能效方面都更有优势了。从结果来看，这一台瑶光 CDM 四驱版，它的0-100加速成绩是4.26秒，比领克08的4.6秒和唐 DMP 的4.3秒都要更快一点。当然了，具体的体验和结果如何呢，也要等我们拿到实车之后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走，我们再去车里面看一下。四驱版的内饰啊，基本上是和两驱版一样的，用料一如既往的厚道，凡是我皮肤接触到的地方都是用到了皮质包覆。这个木纹饰板的点缀呢，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这一台车内饰的豪华感。另外，这一台车的智能化也有不小的升级，比如说提供了 NOC 高速领航系统，可以在高速上实现主动的加速超车、主动的避让大货车、自动上下匝道、大曲率弯道的通行等等，还提供了智能泊车功能，可以实现手机的遥控泊车。总之，这些啊都是非常实用的功能。然后这一次它的车机生态也进行了优化，很遗憾我们这次拿到的只是试验车，没法第一时间和大家做分享，等我们后期拿到实车之后呢，也会给到大家来一次体验。总而言之啊，这一次瑶光 CDM 四驱版它的性能更强了，操控更好，体验更智能了。如果定一个比较合适的价位，比如说这台车四驱版20万出头，你们会买吗？欢迎留言讨论。